玩具。你怎么得到的啊？摸麻将得到的。真的、哦、你去夜市摸麻将得到的、哦嗯、你跟妈妈好姐姐去摸的、哦、嗯。这个有。但是姐姐没有摸中我。啊、你摸中哦。哇，那你比较幸运哦，中大奖。但是我应该要鼓励姐姐。对，不然你把一台车车送给姐姐玩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开箱了好不好？有啦，这是我的哎。好了，我帮你开箱了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里我帮你剪开了，你可以拿出来了。这个。好，看一下这台，这台是挖土车，它就是有挖土机斗子的车子，叫挖土车。这是惯性的。对，它惯性的。那这台我看一下。是吊车。对，这台是吊吊车，它就是有吊车的吊车。弟弟，这个可以转耶。对啊，那我们再看另外四台，弟弟，你这里还有四台，每一台了。这里面没有人。看一下这台。这台拿得出来吗？还是爸爸帮你拿好了？不然我怕这个可粒粒哦。这个吗？对，我怕可粒粒。这个是食物车，弟弟，这个是载食物的哦。哦，它这个是载汉堡啊、薯条之类的。这台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车啊，弟弟？我也不懂啊。这个应该是载一些液体的吧，载一些油啊之类的。可能。这个是混凝土预拌车。混凝土一般车，这个也是惯性车，对，都惯性的。好，这台加油，弟弟，拿出来，可以吗？拿不出来。好，那我帮忙好了，我力气比较大。哦，这个叫什么车？你自己说。对，它上面还有砂石哦。哇，它质感很好，弟弟。摸起来蛮好摸的，这个蛮高级的哦、啊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中大奖了。那你要好好玩哦，要收好哦，好不好？玩具要收好哦，可以吗？知道。可以吗？